这个柱塞前后运动，就是我们找这个后面柱塞往前打的那个点。啊，你看现在的工作点就是往后。This is to adjust the cylinder position. 往后打。It's a backward. This is to the backward. 这就是往后。对，这个点，我现在就是这个点和这个齿轮。那么我要现在下面这个动一下，这个柱塞就往前，就后面往前推。那我们要在这个点停住啊！你像我现在下一个动作哈，你看，看哈那个，你看往前走了吗？就是说我们要找那个点。这个点我没。就是两个点，一个前一个后，就是相当于推回来那个点，打正准备打的那个点停住。就跟拳头往外打的样子，比如说你这个要缩回来准备打的那个点，啪嚓停住。现在这个柱塞也是一样，柱塞它是现在是往后打。然后后面这个一个行程有，就是后面准备往前打了。This is to find out the position. The position is the cylinder. Is cylinder front side and then that one, this one is back side.And then this is the correct position for filling. This is the correct position. 转这个，看这个。To check the cylinder. 一个方向转。